Bạn có cần tiếng Hoa để đi du học không? Trong video này, mình sẽ chỉ cho bạn những từ vựng bạn phải biết trong trường đại học. Đầu tiên, 恭喜你做了一个人生中重要的决定，那就是出国留学。出国留学一定要选学校。在选学校的时候，你应该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叫大学的全名，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大学的简称或者是缩写，例如台北科技大学，我们会简称交通大学，会简称交大；师范大学会简称师大。谈到大学，就一定要知道学校里面的学术单位跟行政单位。行政单位一般有教务处、教务委员会、学生事务处、学务委员会、总务处、国际事务处、国际交流处。学术单位则会依照每个学校的性质而有所不同。我拿我的母校来当范例吧。大学通常会分成几个学院，例如我的母校就分成餐旅学院，里面有餐饮管理、旅馆系等等；观光学院，里面有旅运管理系、航空系等等；厨艺学院，包含中餐、西餐、烘焙等等；国际学院，包含国际观光学士学程等等。当你确定自己要读的学校科系之后，就可以到学校的网站查看招生资讯，来了解细节。我想要到台湾留学，但是我还没想到我要选什么科系。你不是喜欢旅游吗？可以考虑观光系啊。对吼，但是我也有看到旅馆系跟厨艺系，我觉得这几个科系我也有兴趣。如果你不确定要读哪个科系的话，可以到大学的网站里面看看每一个科系的介绍啊。那我应该到哪里看啊？你可以到大学的招生资讯网上面看看，上面应该有你要的资讯。好哦，那我现在来看看。完成以上步骤后，你就可以准备到新生入学资讯网页上看看。你会需要知道注册的时间、学杂费、新生训练的时间及内容、奖助学金的选项，或是申请就学贷款的方式和条件。一切都完成之后，你就可以准备入学。这时候你就需要知道学校的开学日。刚到台湾，你可能因为人生地不熟而需要先住在学校的宿舍，但有些宿舍可能会有门禁，所以你要跟学校问清楚，并知道外宿以及迟归的相关规定。我已经选好大学跟科系了。太好了，那你有收到注册单跟学杂费的缴费通知了吗？有啊，我都已经交完了，我现在在等学校通知新生训练的日期。那就好啊。对了，你要住宿舍还是住外面啊？我刚到台湾什么都不懂，所以我想说我先住在宿舍里好了。这样也好，可是有些宿舍有门禁，你要问清楚哦。放心啦，我又不是玩咖，我每天晚上都很早回家。台湾一般大学都是四年制，当然会根据每个学校、科系，还有你学的内容而有所不同。每年有两个学期，每学期都有必修课、选修课，你必须上网选课。在选课的时候，你一定要算自己的学分，确定能够符合毕业学分的标准。除了毕业学分，你还必须注意毕业门槛，一般是专业证照、外语证照之类的证书。对了，除了上面那些资讯以外，你还必须知道我们在学校里面称呼他人的方式。除了你知道的同学、老师以外，
称呼年级比你高的同学，你可以说学长、学姐；称呼年级比你低的同学，则是学弟、学妹。以上就是一般大学生会用到的中文。你还想学什么主题的中文吗？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感恩各位 ，Lesson Video 播完，好，来，感恩你，恩，谢谢，我让几个呀，明天感恩少年，拜拜。